大伯这个网就是这么下的，这网我也是第一次见，这么下。然后把这些网都下在这个河边上，里面这个水还是挺深的，但是这个石板上水不是很深。这一溜的话，中间是肯定不行，水太大了，这个渔网只能在这个边上下，旁边全部都是用这个石头稍微拦一下，让水往里面流，这样它能捉到鱼吗？我也没有见过这种下网的哈，第一次。大伯，这样能捉到鱼吗？可以捉到鱼啊。钓上来，推下去。钓上来。咱们开水都钓上来，又下去。哦，就是这个水大一点以后就。是就可以了。是。哦，现在水小是吗？是。等一会儿水就大了。是。哦，我以为。这个水这么浅，它鱼怎么游过来呀？水不过这里去吧，那么多啊。啊。那这个网放在这里，每天也能。然后在这边露营了，今天晚上怕下雨，就在这个桥底。然后今天晚上做一点吃的，这个辣椒还是前两天买的，都已经煎烂了，都煎成这样了。还有买的肉还不知道变味了吗？不，有一点味好像是，就一天的功夫呀，还行。用水洗一下应该还可以吃，看还有什么东西，有大米饭，今天晚上蒸点大米，把这大米全吃了，辣椒酱、盐巴，应该就这些，先把菜去洗一下，这些菜今天晚上全吃了，不吃的话明天放不了。大菜椒呀，都已经煎了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这个肉的这个味儿。
天还能将肉吃，不能再放了，再放明天肯定就直接臭了。多放点盐腌一下。掉里面了，把这个肉洗一下。这个肉都有一点不是那红色了，有点发黑了，就该捂了一天。是这边天比较热，今天天比较冷，刮了一天的风。别让它粘锅底。把这个米饭放在一边，已经熟了，让它再焖一会儿。先把这个肉直接炒了，油直接，这些油直接放锅里全炒，全炒肉了。
挑，掰掰放到里。我们也没有刀子，这个辣椒一掰就行了，正好也用不到。辣椒买多了，买菜的话，煮一顿就行，吃不了还要带着。倒上一点水炖一下。倒上一点盐。这个辣椒已经炖好了，吃饭吧，吃饭去。辣椒，你要不？你再来点米饭。哎呀，你下面浇点，你先吃了。我已经很足了。尝尝辣椒肉咸不咸？咸不咸？不咸，不咸，不咸就行。这辣椒肉还不是很咸哈。素肉。辣椒对辣椒，有点烫，要不要？倒点汤，倒点汤，下面浇点你放，没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明天出发平翔。出发平翔，到平翔以后，我和顺子会往广西中部转，准备走沿海地区，已经想好了。明天见。Bye.